香港企业领袖品牌颁奖礼2019，卓越中小企融资服务品牌恒生银行有限公司。恒生银行第八次获得呢个卓越中小企融资服务品牌，咁亦都证明咗恒生嘅商业银行嘅服务咧，得到广大嘅市民同埋客户嘅支持啦。咁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嘅步伐，配合呢个 FinTech 呢个大趋势咧，推出更加多 digital 嘅 service， 希望令到更加多嘅中小企咧可以搵多啲钱。祝大家生意兴隆！主办新城财经台。